接下来请收看僧伽研习会。再来我们看三诸祖修道劫，第三觉知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瓦，常念诸祖，安贫守道，维慧事业。这主要是说明诸祖跟不诸祖的这个差别。凡夫的贪欲心中对尘恼的这个世间啊，永远不会感到讨厌跟满足的，常常都是在想啦，啊，如劫如后啦，多多益善啦，总是希望多得多求一点。所以世间话不是说人心不足怎么样，蛇吞象呢。所以呢，讲到钱财呢，有一万都要十万啦，有百万都要千万啦，啊，愈多愈好啦。啊，若有这个物件呢，又搁要爱迄个物件。啊，若已经有较好的，那有搁较好的上好。所以心无厌足。啊，若讲到名位呢，馆长无够，搁想要做省长啦。啊，过来就是行政院长啊，做总统上该样吼，上该好安尼。啊，有一个故事啊，啊，李洞宾大家拢知吼，伊有一天呢，想讲要试试人间啊，这个众生的根基怎么样，是不是会当度化啦？有一天呢，伊就化作一个老头子的模样，降临到这个世间呐。啊，拄伫路拄到一个囡仔，啊，伊就甲问讲，哎，小朋友，你希望什么？告诉我，只要你把希望讲出来，我都可以给你满足。啊，这个囡仔就想啊，讲，哎呀，这世间最贵重的就是黄金，啊，那有黄金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他就跟他讲，我希望有一块黄金。啊，这个吕洞宾马上用手向身边的这个石头一指，啊，一块大石头忽然变成黄金呐、啊。哎，来，小朋友，这一块黄金你拿去，就作为我们今天，哎，初次见面的见面礼。哇，这个小孩子一看到吕洞宾这样点石成金的这个情形呢，就愣住了。但是他呢马上思索了一下，想这里就讲，这块黄金我不会挃啊。你不是说要黄金哪会挃啊？哪会挃呢？他感到莫名其妙了。我也是你去手枕头啊，较好用哩。你看这囡仔吼，真贪心吼。你要我的这个手指要干什么用啊？你刚才既然说啊，要满足我的希望啊。你这个黄金有一天嘛是用会完啊。我有你这手枕头的时候真好用啊。我要爱钱都甲点了都有啊。要啥物件点了都有啊，安尼啊。真方便啊，我也可以跟你一样点石成金啊。听到伊安尼讲咧，伊都心软冷一半去啦。这囡仔囝咧，讲安尼，这贪心的心无厌足哈、不是好人心呐、他感到很失望，众生实在是很难度啊。所以啊，人心总是不厌足啊，一旦不厌足，怎么样，就要做非法的多求啊，为了能够得到满足。你要达到目的，就要不择手段。所以啊，社会的乱象就产生出来了啊！你每天掀开报纸的社会版的，你甲看，哎呦，足济吼啊，损人利己、勾心斗角的代志啊！你看安尼吼，这个不良商人，不管是讲啊做胖的啦，还是做油的，你甲看哦，这几天报纸你甲看了知，哇，无奇不有啦啊！所以呢，人一旦呐、非法多求，不择手段，就不知道要遵守法律道德规范的，对，偶然施者啦，胡作非为，作奸乱科，什么都来，怎么样？到最后，
弥天的罪恶就如上升了，啊，就受报了。所以啊，世间人呢，一直拼，死命拼，死命拼，拢出万事讲讲，拼唔到方向，拼唔到路啊啦，啊，拼唔到路啊。咱在座诸位拢拼到路啊，啊，拢拼要修行啊。拼这要生活这条光明大道，吼，这是正确。所以呢，确实那是修道的菩萨，伊唔是说世间人安尼，伊呢都是常念诸祖安贫守道，唯为是业啊。所以诸祖禅乐是我们修行者最好的座右铭。咱这摆人吼觉照力无够，因为物质科技文明太进步，物质太丰富了。所以啊，世间人普遍都没有这个觉照力啊，不自觉知，一旦不自觉知，就不能自拔了。去个百货公司呢，啊，都拢乱去啊，啊，无钱嘛紧，有一片卡吼，安尼甲刷落去吼，就没有问题了啊。一刷呢啊，其实后面还是有问题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啦，先享受后付款啊。所以科技进步造就了便利的同时呢，也造就了这么一个贪嗔痴慢疑烦恼种种烦恼严重的世界。所以众生只要没有学我闻我修行，统统都还在迷中，而且迷得很严重啊。所以佛一教经跟我们啊告诫说：若欲脱离诸苦恼，当观诸祖。诸祖之法，即是乎乐安稳之处。诸祖之人，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；不诸祖者，虽处天堂，亦不成意；不诸祖者，虽富而贫；诸祖之人，虽贫而富。啊，你看呢？诸祖的菩萨呢，就是能够安理贫穷，亲近守道，人穷道不穷。他把呢，追求智慧、求解脱，当作事业，当作首要之物。嘿，其实这是真正一辈爱物件啊！有了这个智慧呢，你能够了知啊，五欲六尘啊，它本是怎么样？因缘所生法，虚幻的假象啊！啊，虚幻的假象。所以啊，五欲本非欲呀，就是在讲，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幻象啊，我们认假为真了，认假为真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关照自己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！能够这样做，那什么事情就能够视得透、看得破、提得起、放得下，也能够安于现状，就不会有过分的要求，就能够达到诸祖常乐的境地了。你看那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做聪明的工人，数年如一日啊；百战禅师一日不做，一日不死；弘一律师。人家一件棉袄穿四十年呐、啊，像他们这样安贫守道的这个精神，才真正懂得人生，把握人生啊！啊，第四常勤精进觉，第四觉之懈怠坠落，常勤精进破烦恼恶，摧五四魔，除淫戒欲。啊，这主要说明懈怠跟精进的利害得失啊。懈怠就是讲啊，咱俗语在讲讲板断啦，咱众生就是半大修行，半大修仙的啊，骨力作业啦，所以对断落修善的事情就不尽力啊，力不从心呐、啊。所以这个根深疲倦，心事妄意，是堕落之道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对住这个懈怠的药方利器就是精进呐、啊。精进的主旨就是我们所讲的四正勤呐、啊，啊，未生之善心令速生，已生之善心令增长啊。啊，未生的恶念令不生，已生的恶念令速断呐、啊。这个世间就是佛跟魔的世间呐、啊。精进的，你就可以成佛；懈怠的，那就要堕为魔界了啊。啊，我一教经说：唯精唯勤，不懈不退，则事虽难啊，易成也。我们修道的人，如果能够像钻木取火、滴水穿石这样子哈、哦，恒常精进，持续不断检点我们的生活一三列，断恶修善。就能够破烦恼恶，摧五四魔，除淫戒欲，成半道业了。好、哦，你看啊，玄奘大师啊，他西行取经，路经八百里流沙呢，那个途中啊，
还曾经失水，几乎死在沙漠之上呢。但他宁愿向西天一步死，不愿往东土一步生。如果他没有宗教的热忱、卫教的精进，何以至此？你看那慧可大师啊，去参拜达摩祖师的时候，力血断臂，不退初心。啊，如果没有精进求法的心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所以我们呢，只要你要修学菩萨道，行六度万能啊，不管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，你没有精进是不行的，没有办法完成般若蜜的。所以菩萨心品中说啊，披精进铠，持智慧戒，破烦恼结啊。说到这个烦恼实在是太多了啊，把它归纳起来，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种根本烦恼啦。除此之外还有20种随意烦恼，所以这个烦恼啊是会扰乱我们身心，而且会诱惑我们去造罪造恶。所以这个烦恼恶法我们要精进修持，把它破除掉。烦恼破除了还要降魔。什么是魔？能坏人善事，断众生慧命的。凡是呢会障碍扰乱破坏诱惑能夺命的，通通叫做魔啊。我们外境有生受获利的魔啊，我们内心贪嗔痴慢疑种种的魔，没有降魔的精神就不能修道啊。人家说道高一尺怎么样，哎，你境界高，任何的考验就跟着来。佛法通常讲四魔啊，4种破坏修行的魔啊。第一烦恼魔，就是指的这贪嗔痴等等习气能扰害身心之魔。五蕴魔，色受想行识五蕴能生一切苦恼的魔。三死魔，能断人生成命根的魔。第四天魔，坏人善事的天魔外道哈，欲界是自在天的魔王啊。其实真正的魔还是在于我们的心中的无明烦恼啊。刚才不是讲的一切为心造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专门制造罪恶的烦恼破除了，一切扰乱的道业魔网摧伏了，就能够处理生死轮回，跳脱出这个啊五蕴三界的牢狱，证得常住法身涅槃，逍遥自在哦，那是一个光明解脱安稳的世界哈。五多闻智慧觉，第五觉悟，愚痴生死。菩萨常念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愚痴就是无明啊，就是心性暗昧，没有通达事理的智慧啊。我们就是因为愚痴才会起惑造业，才会轮转生死啊，啊，遭感无穷的痛苦啊。今天我们不能解脱，不能认清自己，就是因为愚痴之故啊。啊，怎么样对治愚痴呢？必须要增长智慧。佛一教经说，识智慧者，则是度老病死海，坚老传也。亦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。啊，一切病者是良药也，华烦恼是之利福也。哎，他告诉我要怎么修呢？当以闻思修慧而治真意，若人有智慧之兆，虽是肉眼，而是明见眼人，是名智慧。所以发大圣心的菩萨，为了自度度他，自觉觉他，一定要恒常思念，要广博学习佛陀的正法，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，还有世间的一切的知识，而且要多多听闻正法，临解受持啊。太虚大师曾说过呢，说由闻所成慧而建立信心，由思所成慧而延迟境界，由修所成慧而定心相应，这样才能够增长智慧，成就无碍的辩才，才能够教化一切众生，使令呢能够让他得到利益，化为善，开迷转悟，转轮为圣啊。任何的众生根基呢能够施之华矣，令获解脱，而得出世无上菩提觉法乐，无上涅槃觉净乐啊，实现佛法化世的这个使命啊。
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。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。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话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六，不思平等觉。第六觉知，平苦多怨，恒解恶缘，不思啊，菩萨不思等念怨亲，不念旧，不争恶人啊。一般人呢、啊，都不明呢、啊，没有了解因果事理呀、啊。所以啊，一旦遭遇了贫穷困苦的时候，就容易生起呀、啊、怨尤之心呐、啊。啊，升起怨尤之心呐、啊，啊，要上怨菩萨天神呐、啊，哎呀，怎么不保佑我啊？下怨这个世间社会啊，啊，很冷酷无情呐、啊，啊，内怨家庭眷属啊，好、啊，外怨师友啊，师长亲友啊，啊，冷酷无情呐、啊，啊，社会不公平呐、啊，所以多怨呐、啊。啊，伦理中也说啊，说贫而无怨难呐、啊。一个人呢，心中愤愤不平啊，这个日积月累下来呀、啊，恐怕呢不能自持，就会做出种种不道德的这个恶行呐、啊。啊，常人就会常常跟人家结下种种的恶缘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啊，正规界的老师嘛，跟人讲啊，讲唔通跟人结怨结怨，所以。咱那是来家共同学习的时阵，或许咱伫咱的精团内底，唔是一个大精团，大无几个人，或者是讲你是大精神茅盆。啊，忽然间呢，吼，啊，咱有这个因缘，啊，伫咧大通部这个大团体里头一起生活这么几天，难免会有遇到哎一些不如意的事情。啊，主你众法师，我们护生法师搞法力功，啊，我觉得护，我觉得学生法师功啊，伊拢看边下人，好像旁边的法师都对他没有好感，哎，啊，我们说，那我们帮你换个位置，他又不要，啊，他又不要，啊，啊，我们南众法师哇，这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啊，南众比较少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利用这个因缘，如果碰到不好的，你的动作恭喜完清借助啦，南公随缘消旧业，啊，这弯已经来啊，完清借助来啊，你敢要去躲避？你面对现实，啊，卖个随缘哈。啊不要再造新娘，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台湾设计掉，唔能够看未顺眼，哦，唔能够结怨结怨啦，哦，啊，咱会记就是讲哦，啊，这无几工尔，过去啦，又有啥物唔对的，你的精团啦有啥物唔对的，吼、哦，啊是经过建模的，啊来个家，你知影伊的底子，你甲阮讲马紧，啊，我有心理准备会预防他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给他一个余地，就是说，今日请来吃七天无简单，讲起来有自由无？哎，时间有充裕无？无充裕啦！哦，我拢困无饱呢，哎，困无饱呢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一今日要来吃都无简单啊，我们。要给人家留一点余地。那有的人不来啊，你今日来，你每一个人在座诸位肯来，啊，都是给阮哎中国佛教会、弘法研会、给阮承办单位德林内摩寺很大的信心，安尼。
所以是不是要把您自己打一下皮泡一下、所以呢不能够结完啊，利用这机会改换式的折掉啊，给人留一点余地，人家说有容乃大、留下较忍耐就过去了啊，他过去如果有做不到他肯来啊，在这个时空因缘之下配合着人事物的因缘凑上来，无定。我这不起眼的一个法师，随便一句话点了他的智慧之门，他一开窍，他就能够断入修善，就往成佛的路子更向前的。哎，无定伊生活是比你较紧的吼、所以讲吼、你唔好改吼，看伊讲伊即个吼，安尼那亲像讲吼，伫作恶啊，有种种的毛病，你若是可以吼，那个可以反省了后，他醒悟了，无定生活较紧的是伊哦，所以不要轻视别人吼，所以大圣菩萨行者啊，修持六度四摄法。要行三轮体功，无住布施为第一波罗蜜啊，布施第一波罗蜜啊，所以在佛法当中啊，行了布施不觉得有布施可行啊，做了功德啊，不为求有功德可得啊，你不求功德，其实功德反而更大啦。布施就是化导众生最好的方便，我们的菩提心、慈悲心要从布施的行动上去培养的啊，培养的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贫穷的富人向家长人争者诉苦，讲伊哦，我是安怎艰苦啦，贫苦穷困安尼。家长人争者都开讲讲，你既然那是安尼为着这善家的受苦，你今拄到我，你有救啊？你免悲伤，我甲你讲一个方法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把贫穷卖给别人就好了嘛。哇，尊者啊，你讲的足简单呢，这个贫穷也可以卖给别人哦，如果可以卖给别人，谁不要把贫穷给卖出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世间就没有穷人了嘛，问题就是有谁还肯买这个贫穷啊？尊者就说，你可以卖给我啊，这个贫穷也可以出卖的啊，而且也要你肯买啊。只不过啊，我们世间呢普遍都不懂得这个出卖贫穷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要行布施啦，一切都是有因果的啊！说你要知道，人生的贫富都是各有因缘。贫穷的人为什么贫穷啊？是他前辈子他没有布施和修福的缘故啊！好家人为什么咧好家？是伊前世人有布施甲修福的因关系啦。所以布施是卖贫买富的方法，哇！这个富人一听到这番的道理，地位都开通啊！从此就明白知物之道，知道要修学菩萨道了。所以菩萨不但行财施法是无畏施，而且要等念愿亲啊，等念愿亲哦，不简单哦，那若看到冤亲债主的时候，要走都袂赴啊！引动呢，咱过去介意的无欢喜，迄种心情造出来，人家菩萨能够等念愿亲呐、大悲平等会师愿亲，把喜欢的人记在爱心之中，把恶的人呢包容在爱心之中，能够以德报怨，怜悯他人，他现在的愚昧无知的行为，他不会忆念他过去种种的宿怨罪恶，也不会憎恨现在在为非作歹的恶人。一做一担当嘛，我乃就去替烦恼，所以讲呢，咱有定咧斗阵，那这个人会讲咧，苦劝你都苦劝马紧，吼，若未苦劝你都莫硬苦劝，加结恶缘咧，吼，你有定个心咧，迄个断，伊一句话甲你断倒转来，有定话，你心是足硬咧，吼，所以讲卖做足硬的代志，爱做巴的代志，吼，安尼。毕竟咱不是佛啦，有妙观察智，咱无，所以讲
要多多学习，多多学习哦。所以讲呢，只要呢，人家菩萨确实每一个人有需要，他都一视同仁，平等看待，能够平等行施，帮助众生呢需要的众生远离啊痛苦，得到真乐啊，得到真乐啊。啊，真乐都是老师讲讲内心生出来的啦，不是外面的假乐了。外面假乐是坏苦啊，是会变质的苦啊。唯有出自内心的真乐法乐，才是安详清凉解脱的啊。你看那个佛陀住世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提婆达多吗？三番两次向为啊向佛陀要行刺，还要散布谣言重伤。哎，佛陀不但不包，而且常常说提婆达多啊，是我的增上缘，我的善知识啊。你看佛陀把恶人看作善知识呢，所以佛陀之所以为佛陀，就是佛陀有那包容天地的慈悲啊，原谅恶人的心肠啊。哎，咱这做未到要紧，但是咱这边就是在向佛学习啊。七，出家换刃觉，第七觉悟，五欲过万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，常念三利瓦波瓦去，自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换刃高远，慈悲一切。所以呢，我们修道者啊，都希望能够超尘离垢，清凉解脱，转凡成圣。所以发心要出这个烦恼家，出这个生死家啊。这个五欲啊，在世间说是财色名食睡啦。啊，如果在佛法讲是说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呐，啊，凡夫众生呢，就是一味在贪求这个五欲之乐，就被这个五欲绑住了，去绑掉啊，去困住啊啦，说绑了啊，都量未开啊啦，所以才会引生很多的过失啊。哎，说到这个过失祸患，比这个大智论里头就说到啊。啊，他原文说：“哀哉，众生常为无欲所恼，而求之不已，持无欲者，得之加剧，如火自戒。无欲无欲，如狗咬锯；无欲铮铮，如鸟噤肉；无欲烧人，如逆风直聚；无欲害人，如见恶蛇；无欲无食，如梦所得；无欲不久，如假借虚臾。”哦，你看，佛祖吼。这讲法就是藏语啊，咬屁啦，用这屁安尼吼，非常的贴切，将咱心肝底有啥物空盘，拢甲咱讲讲出来，呕呕出来。所以呢，咱看到这个，感觉呢，真歹势，真见笑。这句话意思是讲，可怜的众生啊，常常都被这五欲所苦恼，而且追求不舍。得到这个五欲以后呢？那个需求之心啊，就会更剧烈啊，就更放不下了啊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用火在烘烤皮肤上的疥疮一样，会好不？没好啦，蒙白上好呢，只会加重病情啊。那武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就像狗在摇火把一样，只会烫伤嘴巴啦。哦，这个武艺呢会增加争夺之心，就像那鸟啊吼，哎，互相在抢物件吃，安尼喧闹不休。武艺会伤人，就像呢你在逆风当中，这个手拿这个火把，会被火烧掉。哎，武艺会害人，就像呢你的脚踩到凶猛的毒蛇，会被蛇反咬，啊。他说无意呢，其实虚幻不实，就像呢你在做梦的时候，哦，好像梦中得到很多的金银财宝，到最后有没有得到？有没有得到？没有啦，不真实的啦。所以呢，人世间人讲呢，啊，你在讲梦噶，哎，啊，你在讲梦噶，吼，安尼啊，啊，你在做眠梦，啊，讲你梦做眠梦啦，吼，人啊，你讲你甲讲甲。天花乱坠时，拢讲啊，我看你蒙做面蛮好啦，吼，安尼，哎，就是咧讲安尼啦，吼，安尼啦，无真实的啦，五欲之乐享受呢，不能维持长久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呢，
你暂时去共借物件啦，这物件是别人的啦，暂时借你用的，袂当永远是你的啦。所以到未来嘛是一场空啦。所以无义真是害人不浅，可怜呐、啊，我们世人凡夫啊，愚痴迷惑、啊，贪爱贪着这个无义，所以啊，甲死嘛袂干哦，还佫唔甘呢，该放掉。都怎安尼呢？起祸造业啊，所以生生世世才会遭感无量的痛苦啊！哎，所以啊，四十二章经不是说武艺于人怎么样？譬如刀刃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；小瓦舔之，则有割舍之患呐、啊。哎，就像那个糖衣毒药啊，如果你一染着了它，就会被它所毒害。所以这个无义在白瓦明门论当中，白瓦中属于色法，是心事变现的幻影啊。确实呢，咱若唔知讲这是一个虚幻的本质，迷啊不解，就会在这个自变自圆的常态当中越陷越深而无以自拔。所以啊，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法，要解行病重的原因。学我的人，唯有长期反观觉照，才能够勘破这布置在生死轮回表象的陷阱哦，这陷阱哦。所以说呢，咱所处的现在这个社会环境，哎，处处充满陷阱啊，要有这个觉照观照力啊，啊，要冷静思维的观察。所以我们如果真心向道，不只说出家的修道者要远离五欲过患，就是在家的随我即事，也不应该染着世间的意乐啊，破坏了道德的规范啊，造了种种的恶业啊。这里讲到说，在家学佛的人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克制本能对无义的追求呢？他说呢，其实啊，只要修道的人，你以法乐代替世乐，以修道来代替贪欲，有了这个奉持五戒十善的提防哦，以五戒十善为提防，那么这个欲海啊，欲望之海就不会患难成灾了，生活自然美满自在了。太虚大师不是说人成即我成吗？就是说，哎，咱从做人的根本给做好，哎，修道就自然完成了。像维摩诘居士啊，僧曼夫人都是在家学佛的典型人物啊。所以菩萨不是在家出家，这个上面在分别的。菩萨是以发心修道来测量品位的高低啦，所以经上说常念三利瓦波法器，啊，咱出家人的物件，啊，这三利啊，五一七的九一，这都代表改，啊，这句话代表我们出家人在修戒定慧三学，啊，要持戒，啊，这个波。就是要我们控制我们的食量，啊，法器修定慧，就是叫我们要修啊，要持戒修禅定，才能够开智慧，啊，所以讲，咱来了解改精神啊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。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啊，有一个来参加的南疆学生老师跟我讲啊，啊，阮伫个盖，阮伫个阮的诶，上珠呢，啊，青团是一个乞丐道场，
啊，拢用拨一饭，我所来吃呢，哇，伊感觉安尼足解忧的，啊，来甲我讲安尼，啊伊嘛，用本音法师的话来甲我讲讲啊，哎，甲讲讲啊，你用铁拨出来吃，吼，啊伊来先来征求我的同意，我是甲讲啦吼，我讲吼。哎，你把它当作我们现在，好、哦、这个共住归就当作啊，哎，随汪毗尼的特别法，好、哦、啊，真正你也感觉改叫的时，好、哦，你着照咱家的规矩卖破坏，还佫有一条路会使，互你忏悔，你找一个人对手忏悔就可以了。啊，不要一直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心不清净，哎，这样对身体也不好。那这样呢，啊，就会忽略到他佛陀他自戒的本意啊，他佛陀自戒的本意。所以说常念三利瓦波瓦契，它代表一个清净的生传，象征修道者他的人格，就是在内心当中，我们要常常去思念心目出家人，少欲诸足。简朴清淡的修道生活，好、哦，对这个世间的欲望能够这样呢，就自然而然能逐渐看淡看破，而不再追求。所以说，虽然在家，但是心向出家行，安尼呢，有一天呢，那我的因缘环境时格因缘成熟，啊，对，当出家啊，像我们这样现身相来修行，就能够依照佛制的出家正道，如法如律，安尼过实践清净的这个范楞，哦，安尼。啊，那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？啊，还要有济世啊，度生崇高远道的志向啊，用慈悲对待一切众生，令离苦得乐，同证菩提啊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八大心普济劫，第八觉就是生死自然苦恼无量，发大圣心普济一切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这是说明唯有要觉知生死的大苦，你才能够发真切的菩提心。想要普度一切苦恼的众生啊，所以我们要观众生苦，发菩提心，凡夫在众生轮回当中，这样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相续不断，啊，就像大火猛烈燃烧，蔓延不息，非常的煎熬难受，所以才会引生很多无量的痛苦烦恼啊，我们。这个世间的苦紧紧控制着这个世间，逼迫着我们众生。我们学了目的不是要了脱生死，要脱苦吗？所以菩萨的责任就是要能够发大圣心，我们啊度一切苦厄。所以弘法是家务，立身为师，这就是大圣菩萨的人生态度啊！啊，这里所讲的发大圣心，也就是发菩萨普度众生的心。好，太虚大师也说，以菩提心为因，以大悲心为本，方便心为究竟。所以一个菩萨行者啊，发心一切要有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方便心啊。所以印顺老法师他的成我之道里头说，总摄菩提道，六度以四摄，渐入以诸地，圆满佛功德啊。啊，所以菩萨觉悟了这样的道理以后，就毅然决然自啊。发起自度助人大圣菩提心，要普济一切沉溺众生，度一切苦厄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怎么样求安乐啊，愿意代众生受苦。哎，啊，那这个呢，是要发大圣心的菩萨啦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地藏，这个都是发大圣心的菩萨啦，我们要效法他。啊，不但呢自己要求解脱，而且要有这个志愿啊，更进一步要实现救人救世的悲愿，向社会展开普济的活动，教化众生，随人随力教化众生啊，修持这个觉观，改恶向善，断除这个苦恼的业因，这就是愿待众生苦的一个真理跟具体啊表现了、啊，使令诸众生啊，毕竟能够获得清净解脱涅槃的大乐啊啊。所以以上所说的呢，八大轮结实在是呢，我们一个修道者啊，哎，时时应该存你心中的一个觉观，我们能够呢心存这个觉观，精进立生，自然智慧能够开朗，向道心间得生净土，超然入世，
啊，入圣哦，成我做主。所以呢，本经呢，诚可谓是修道的绝文。我们看最后一个三，刘东温总结纯念八绝法，啊，本经从如此八事哈、啊，哦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来，如此八事，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成法身传，至涅盘岸，复还生时，度脱众生，以前八事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若佛弟子诵此八事，以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去菩提，速登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。啊，本经从如此八事到最后常住快乐，就是属于总结的流通文。说我们一个修道者呢，想在这个菩提道上有一个最初入手处，应自诚恳切阿六十中纯念如上所说的八种觉观法啦，啊，八种觉观法。啊，前面第一节就是佛教四千劫啊，第二节是第七节是佛说明这个佛教的人生观呐、啊，这是诸佛菩萨等大人所应该觉悟之道的啦，啊。最后第八节是本经的重要，大圣心为普济的重根本啊。诸佛菩萨大人的觉悟，上面所说的这个八事能够依法实践，我们能够依法实践的话，就能够跟菩萨一样，跟佛菩萨一样圆满啊，这个自利利他的工作了。所以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菩萨道，应当要精进勇猛，如法理行，要解行并重啊，悲智双运才有办法方便度生啊，啊，要度众生要方便全巧啊，啊，那就可依着所悟自信功德法身无相之团啊，度过生死苦恼的大海啊，到达修得所显不生不灭的涅槃啊，涅槃安乐的这个彼岸，然后再道驾慈航回到这个世界上呢，来受生死，从事化他的事业啊，度脱呢苦海中的众生，然后呢，把我们前面讲说的这个八事开示化导一切，使令他们也能够觉悟到生死的苦海，舍离这个啊虚假不实的这个五欲之乐啊，哎，说世间的欲乐是无常生灭法啊，是会变质的，所以它是究竟非乐亦苦啊。所以呢，开示化导一切众，我们要开示一切化啊，化导一切众生，使令他们也能够觉悟到生死的苦恼，舍离这个虚假不死的无意之乐，那就可以修心圣摄心，专心一意修学如来所指示的圣人之道啊啊！所以成佛之道说啊，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呐、啊。所以总归来讲，修道就是修这个八正道啊。也就是三学增上啊，啊，啊，论到这个处理生死的道理，就不出这个戒定慧三学呀、啊，啊，也就是八正道啦，啊，八正道啊，所以啊，如果说唯我弟子啊，时常受持诵念啊，这八事啊，把它牢记在心中，就能获得很大的利益。啊，什么利益呢？说可以在日常生活举止动念之间呢、啊，灭除无量的罪恶，进一步呢向前趋向菩提大道，很快就会证得无上正觉，永断生死的苦恼，常住于清净解脱涅槃快乐当中啊！啊，所以由此可知啊，本经呢它具足了原始佛教的精髓。也包含了菩萨救世的精神，可算是融合了大小圣佛法的经义，实在是自利利他的一个重要的法门啊！时间已经到啊，最后祝大家身心健康哦，学佛拢得到大受用，互相勉励啊，共同发菩提心，一起向诸佛菩萨看齐。发愿普度一切诸有情，早生无上大菩提。
狼王与母亲。大雪封山的寒冬，对于山林里的动物来说，无异于末日降临。连续几天的大雪让食物变得极其匮乏，这种环境对于狼群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。此时最着急的当属狼王了，他如果再找不到食物的话，整个狼群很可能会将他这个不称职的王给吃掉。孩子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一点食物的味道都没有，到处都是雪，这片区域除了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动物了。孩子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大家好久都没有进食了，若不快解决这窘境，他们会认为你这个狼王没有能力，无法率领狼群生存下去的。妈，我知道他们已经饿得快发疯了，如果再找不到食物，我们将会变成他们的食物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领狼群熬过严冬的。你们还有力气吗？有力气的就跟着我出去寻找食物，若一直待在这里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寻找食物？这片山林我们都快走遍了也没找到食物，难道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如果没有发现的话，我看还是不要白白浪费体力的好。难道每天只趴在这里，食物就会送上门吗？想填饱肚子的跟我走。狼王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去寻找食物了。没错，我也要一起去。接着一只只狼都纷纷站了起来，狼王看了看他们，脸上露出笑意，然后转身朝山林里走去，众狼紧跟其后。而走在最后的狼王母亲也才松了一口气。走在最前面的狼王举目望去，茫茫雪山草原连个活动的影子都看不见，顶着风耸动鼻翼，除了雪的阴冷的气息，闻不到任何鲜活的生命气息。猎物在哪里？食物在哪里？就在他有些绝望的时候，突然隐隐嗅到了食物的味道。是食物的味道，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。哪里有什么食物的味道啊？我绝不会闻错的，你们快跟我来。我也闻到了，好香的食物啊。狼王，我们快赶过去饱餐一顿吧。大家别太冲动，先小心地看看情况再做决定。说着他带着狼群小心翼翼地朝那片树林边缘走去。当他们来到树林边缘的时候，一眼看到了树林旁的一片空地上有一大块食物，食物在白雪上显得格外惹眼。好香啊，太久没吃到食物了，我们赶快过去美餐一顿吧。我也饿坏了，快点过去吃吧。慢点，那有可能是猎人设下的陷阱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大块食物呢？对呀，是猎人设下的圈套，几率非常高。没错，猎人很可能是想用食物将我们从山林里引出来，然后一网打尽。但若不是陷阱呢？对呀，我们总不能只远远地看着那块食物却不吃吧，万一被别的动物抢先了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没错，嘴边的食物怎么能放弃呢？而且我们都好久没有吃东西了，如果再不补充体力的话，就算不被猎人打死也会活活饿死的。狼王，你来拿个主意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吃不吃那块肉呢？是啊，如果白白放弃那块食物的话，实在是可惜。看来派一只苦狼去探探路，并将那块食物拖回来吧。苦狼是狼群社会一种特定的角色，当遇到非牺牲个体才能保全种族这样的严峻关头，苦狼就义无反顾地冲出来自我牺牲。苦狼这种角色的产生不是世袭制，也不由狼王指定，也不是按社会地位或阶级来排列，而是按一条十分简单的标准来遴选，那就是年龄加衰老度。狼的理解是老狼生命的烛光快熄灭了，与其让它毫无价值的自然死亡，还不如让它为群体更好的生存，
奉献最后的生命。现在狼群里最老的狼竟然是我母亲了，不行，我可不能让我的母亲做苦狼。狼王，你不会是想让我来做苦狼吧？是的，没错。狼王，在这个狼群里我还不应该是苦狼吧？哦，是啊，秃毛可不是我们族群里最老最弱的狼，让他做苦狼可说不过去呀。狼王，请你再仔细的看一看，重新选苦狼吧。啊，在狼群社会中，管你是逊位的狼王，或是昔日的王后，甚至是狼王的哥哥姐姐，还是父亲母亲，一概不存在可以赦免当苦狼的特权。选苦狼唯一的标准就是年龄加衰老度，即便是狼王也不可破坏这条规则，假如谁胆敢违背这条规则，将会受到惩处。狼王，你选定他了？还没。这事就交给我好了，让我去探探路。哎，妈！你什么也不用说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冒险，但你别忘了上一位狼王是怎么被推下王位的。他当时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母亲去做苦狼，从而引起了大家的不满，最终你才有机会登上王位。孩子，你可不能重蹈覆辙啊。可是妈妈，你对我的恩情我还没有报答呢。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那次中了猎人的陷阱。妈妈救我，妈妈救我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大家快帮帮我，救出我的孩子啊。你不能过去。为什么？我的儿子被抓住了，狼王，请让大家帮我去救救他吧。你知道吗？那是人类捕鸟的王，他们肯定就在附近。为了一只小狼而让整个狼群暴露在危险中，实在不值得。不，我得去救我的孩子。妈妈，快救救我。孩子，不要怕，妈妈来救你出来。猎人来了，赶快离开这里，否则你也会成为他们的猎物。狼妈妈不为所动，依旧不停地咬着绳子。这时候，一只猎犬狂叫着跑了过来，狼妈妈此时已经咬开了几个网扣，她起身朝着那只猎犬发出一声大吼，那猎犬吓得竟然飞快地跑了回去。狼妈妈继续地咬着网绳。狼，前面有狼，快拿出猎枪来。我们捕鸟的网不会网到了一只狼吧？不好，猎人已经很近了。狼，果然有狼，他在干什么？管他在做什么，赶快开枪。啊，妈妈，你流血了，你快逃走吧。孩子，妈妈不会丢下你的。说着他继续使劲咬着网绳。第三个网扣被咬开后，小狼顺利地从里面钻了出来。当初我中了猎人的陷阱，是你不顾自己安危将我救了出来，而我现在却让你去试探猎人的陷阱，这种不孝的行为我万万做不到。孩子，我知道你的苦心和难处，但是你现在是狼王，如果狼王都不遵守狼群的规矩，那整个狼群可就乱了。你是狼王，带领大家走出困境是你的责任。正如狼王所猜测的，那块食物正是猎人布置的诱饵，他们想用这块食物将山林里饥饿的动物引出来。两位猎人在不远处的一堆树丛后观察着空地处的那块食物。这时候，狼王母亲从树林里走了出来，她小心翼翼地朝那块食物走去。有一只狼出来了，这片山林果然有狼。不要开枪。为什么呀？这里应该生活了一群狼，他们这时候一定在附近观察着那块食物，而这只狼只不过是来试探的。这时候，狼王母亲已经来到了那块食物旁，她用鼻子闻了闻，然后叼起了那一大块食物，吃力地拉着。
可那块食物已经被冻在了地面，他用尽力气也拉不动。还不开枪吗？你着什么急啊？他没有吃那块食物，而是想将食物带回山林，那就说明在山林里有他的同伴。我放着这块食物的时候在上面浇了水，现在已经完全和地面冻在一起了，他独自拖不走的话，一定会有同伴来帮忙的。到那时我们捕获的可就不只是一只狼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你真聪明。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还不把那块食物带回来啊？他不会想要独吞那块食物吧？他在那里那么久了也没有危险，看来那块食物应该不是猎人的陷阱，我们也过去吧。我看是那块食物被冻在了地面上，我们也过去帮帮忙吧。哈哈，果然就像你说的一样，狼群真的从山林里跑出来了。现在准备捕猎吧。好。不好，有火药的味道，大家快回到树林里去。狼王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子弹一下子打中了距离猎人最近的狼王母亲的腿上，他一下子跌倒在地。啊，有猎人，快跑啊！众狼狼狈地朝山林里跑去，后腿受伤的狼王母亲挣扎着站了起来，他也一瘸一拐地跑着，但受伤的他却无法跑快。这时候砰的又是一声枪响，正打在狼王母亲身旁的雪地上。狼王母亲惊恐地大叫了一声：孩子，救我！此时狼王带着众狼已经跑到了山林边缘，马上就要钻进山林。狼王听到母亲的喊声后一下子站住了，他扭头看到自己受伤的母亲正吃力地一瘸一拐地朝山林这里跑来，于是毅然转身朝其跑了过去。狼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回去救他，太危险了。狼王，你怎么能为了一只苦狼而冒险呢？他是一只苦狼，但更是我的母亲。狼王飞快地跑到母亲身边，然后用自己的身躯将她驮起朝山林跑去。子弹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，但狼王还是顺利地背着受伤的母亲跑进了山林。傻孩子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妈，我小时候你救我时不是也不顾自己的性命吗？